现在的伊能静由女万氏族翻摄自伊能静微博。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，48岁女星伊能静与中国男星秦昊生了两岁女儿小米粒，所有网友恶意留言批评小米粒长得像智障，伊能静忍不住回呛，我真的希望你的父母知道你眼睛所看去的世界为什么只有恶意。稍早该名网友也向伊能静表达歉意了。伊能静公开网友写给他的信翻摄自伊能静微博，这名网友写了封信给伊能静，表示微博账号遭盗用，也不知为何会在他的微博留言，我的第一感觉也是很愤怒，但这件事不是我做的。网友很喜欢小米粒在妈妈是超人中的表现，该网友也想揪出盗用他账号网友，问他到底什么心理去辱骂一个可爱小朋友。伊能静对于网友写信给他给予正面回应，翻摄自伊能静微博。对于网友写信致歉，伊能静也善意回应，谢谢你写了那么多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也很感谢你有勇气回复我。他认为许多人在网上说不负责任的话，当你回应通常他们会恼羞成怒，骂得更凶，只为了表示自己没错。我佩服道歉的人，也请各位支持他的态度，网络需要正能量，人与人能和解体谅是最美好的事，也祝福你生活安好。